the ground, crawls up from the depths, with deep down sound. Johnny got a boom boom, Johnny got a bam, he got it. Big bum body, lonely neck, swell was a woman, they had this grip. Big vibrations, yeah, just one glance. Oh, she got the bum bum.大概能够争执到得来，我觉得谢谢大家，确实谢谢大家，你们杀大了，那王峰呢？那我跟哪子讲了？搿么结婚嘛，搿老聚餐总归要有眼个，对勿啦？办了介许多桌嘛，成本总归要收回来。要讲出来个事体。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搿只男人。来。搿只男人呢，辣盖去年子十一月十九号辰光，伊也是立了搿只舞台高头。但是呢，身份有点勿大一样。本身呢，今朝唐小周呢是叫我来做司仪啊。我觉着按照我的本来讲，我是比较阿得了点的。是。但侬就勿晓得为啥侬搿根钢管立了我旁边。侬这分量应该讲是够的。不是，一般性来讲，侬搿根钢管立了，哎，我自家就要跳舞的啦。葛末搿可以等那些让侬勇气啊。搿舞蹈阿拉搿搭有会得有人跳，我就勿跳了啊。葛末去年子侬个身份是啥？最主要是搿能介样子啊。帮唐振介许多年数的兄弟了，去年子我也是辣盖搿只舞台高头，完成了我自家的婚礼。葛末我希望今年子能够辣盖搿搭啊，代表各位兄弟们，将阿拉搿份幸福延续下去。让唐小周也得到幸福的将来。可以讲，搿句闲话是以心底下闲话，因为阿拉之前侪没有准备，所以讲阿拉侪是临时。那么，我们闲话不多说，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全世界最帅的男人唐小周入场。老欢快，兴奋了，兴奋了，有点兴奋，兴奋就对了。那么先问问看，帮大家汇报一下，侬现在站在舞台上头的心情呢？爽。啥子呢？哪个是色一？哦，色一哦，开心，感动，感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就这呢。看到我去年子直播是哪能叫？我觉着是那样子的。今朝早浪向呢，伊转过过来去了。哦，对面的腰老好啦，我觉着90度一定要的，最起码的。哎，别停了，哎，就搿只位置。哎，90度有的啦。侬讲今朝伊只斗士还是可以啊？大家看见一只斗士轻伤了。好好好好。新郎官用他最深情的鞠躬来感谢今天所有来宾的到场。那么一个人呢，今天的婚礼就无法进行了，所以现在请大家把目光再次聚到我们的门口，我们有请今天全宇宙最美的新娘闪亮登场。在我的身边，你微笑，你
上已经帮助伊来了这两个人来感受了，对吧？那么阿拉是不是要听听看新娘子有啥感受？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光临我跟唐小舟的婚礼。我想对我的老公说，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宝贝我，希望你能一直宝贝我下去。续来，老弟。好的，很深情的对话啊。那么，一直宝贝下去呢，要有点实际行动来证明了。那么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对他们的感情经历有的是有些了解的，有些是不了解的，那我们以一个非常快速的方法让大家来了解一下，有请督导给他们提板。背对背，问题呢很简单，但是有一点点错咖。不要老抓客啊，就是看你们是不是能够心有灵犀了，好吧？第一个问题，去年你被我弄过，你先来吧。弄哪就要再提一个伤问题了。那、两个都是从啥辰光开始啊？啥么子开始？就是开始交往。啊，年月日就可以了，我们不记到秒。年月日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哎，不要那么忙，哎，说是查看面具的要吧？来，我抽下。悄悄，我没丢了。哎。好了吗？来，我快叫我搁这边啊。好，我们一二三一块亮题板了，好吧？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2008年5月10日，整错，整错，整错，哎呦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一次牵手就算了，好吧？哎，我直接一点，第一次嘴对嘴是什么时候？年月日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应该增，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点的难度，就是年月日加地点。哎。还有一路把金刚之气啊，大小这几个蛮老啊，哎，非常人气，非常人气了，老就这样子，不行，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当个光长进了。好了，下一个请。哎，这弄拍了好啊，对吧？对哦。新娘子忘记掉了一个，忘记掉了嘛，也正常的啦。唐小舟搿人侬晓得了，那侬改啦？哟，两只眼睛，哦，两只眼睛。我觉着哦，搿只问题呢，严重性了。阿拉前头问伊拉第一趟是啊，开始交往对伐？唐小舟蛮吃香的，伊第一趟交往就亲嘴过了。2008年月嫂时代广场，弟一样啊，弟一样啊，哦，单位里像的啦。搿我要讲一句，好，其实真的是忘记脱了，侬要弄记得啦，肯定忘记脱了。但是自从交往搿天，我每天侪写日记的，我侪记得了。哦，那到辰光我会得问侬搿问题啊。亲嘴是怎样变成的？好，搿是也算可以啦，也算可以啦。那么第三只问题，过年不过年，过年不过三，阿拉就三只，好吧，不多啊。第三只来，算了，搿种事体讲出口也是弄呀。好，那么基本上像这个小测验也算他们过了，好吧？这个大家也算比较认可的话，给点掌声吧。好了，侬来了，刚好组织了，还想问啊？在蒙古是老危险的。好的，那经过这个测试之后呢，说明他们的感情还是很稳固的。那既然稳固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有爱情的戏码，有请我们伴娘呈上婚戒。
看不到，左边的观众也看不到，再给中间的观众看一下。好，那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，是个龙卷龙的五月十号以来就做过了搿桩事体，但是大家没看到。但是呢，阿拉今朝搿只轨迹呢没介简单，我们设定了三个情景式的亲吻，必须按照我们的图片把它做出来。我们看第一张图片，这个很简单吧？这个很简单吧？新郎下腰。好，这个浅浅的一吻 ，easy。第二张，来。哎，是的，这隔天就聊了啊。龙哥放得开啊！亲的亲的。大家觉得搿只动作做了勿标准伐？帮主席侬自家再研究一下。好像这面孔还勿是撩人哦，再深情一点嘛。第三张呢，就是老简单的，搿张勿难。我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让新郎新娘可以看到所有来宾的脸。
我们数一二三，然后大家祝他们新婚快乐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也希望大家全体起立，拿起手中的酒杯，全体起立，我们不奏国歌。高兴点子扣啊！好，我们一二三，新婚快乐！希望大家尽情享用，我们稍后再见。